叶班长，你看这天儿这么好，要不咱俩比试比试，切磋一下？啊，这样吧，想跟我们叶班长比试吧，你先赢了我，你如果赢了我，你就能跟我们叶班长比试比试。叶班长，恭喜啊，你们七班终于有个男人样的站出来了，不错。 医生，走吧，李宇，走啊！你别吭哧的啊，你刚才的男人劲儿呢？走那边去。嗯，哟，您队长，什么时候来的呀？干什么呢？不训练乱哄哄的啊？队长，是这样，这不，七班的同志刚来嘛。 我们作为老队伍，打算跟七班的同志来一场友谊赛，促进感情。对，这不，我们钢铁班派我为代表，七班呢派出了李希成同志，我们俩切磋一下。哟呵，两个班分别派代表切磋，啊，那多没意思呀。这样吧，这七班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，钢铁班。 当然也不是吃素的呀，这天呀还早，我呀把下星期的训练计划提到今天，你们摆开架势，两个班切磋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啊！我没意见，那就走吧。 演习战场准备完毕，按计划执行。同志们，这是下城消防队的一个新的训练基地，一栋老式的废弃教学楼，两个不同的区域，两种不同的救援途径，两个被困人员分布在不同的楼层。如果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把被困人员安全救出， 就意味着演习的失败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全体动员，检查装备，计时30分钟，开始，向左转，步步走。 我发现楼外面有一个楼梯，可以直达楼顶。我申请分两队开始救援，一队从5楼往下走，一队从3楼往下走，这样效果更好。等等，等等，等等。牛魔王在前，从3楼开始走，其他人跟我来。是。 是得势，不是。
没有。报告队长，被困人员已找到，请求救援。好，救援，撤。我进去看看。定在这儿。